始于为国创业，担当方之使命，始至智能制造，担当方之坚重，心怀为民造福，担当方之前行。华旅股份与您共担当，成就品质未来。山东华旅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华建铝业集团骨干企业，位于华建科技园区，总投资15亿元，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，主要生产超轻量化铝制乘用车、轻型载货箱车、拖挂车、平板车、易开车、油罐车、新能源电动巴士等高附加值产品，致力打造超大规模、技术先进、自动化程度高的特大型、高附加值、超细微铝合金车体生产基地，掀开中国高端超细微铝合金车体轻量化、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。公司依托华建铝业集团雄厚的铝合金型材挤压和深加工实力，公司先后通过了 IATF 16949国际汽车管理体系和 ISO 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，配备世界先进的检测设备，检测能力国内行业领先，建有通过 CMA 中国计量认证的 CNAS 国家认可实验室，高标准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，山东省工程实验室，山东省工业设计中心，产品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，良好的产品质量和丰富的产品结构，吸引了一大批优质客户，成为中国重汽、北汽福田、江淮汽车、长城汽车、中级车辆等众多车辆制造企业主要供应商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，集合华建人的智慧和全球合作伙伴的力量，汇聚成强大的发展能量，彰显中国制造，创造幸福生活。华旅股份专注车体轻量化，向心而行，用梦想驰骋世界。山东华旅股份有限公司。